他手里有一幅美女图，但就是不让大王看。皇贵人质问他还要让大王等多久，无奈他只能拿出画卷。而就在这时，王后却冲了进来，也向他索要画卷。因为大王一旦看了这幅画，王后的儿子就会死。这是为啥呢？ 原来大王派两个儿子去民间找一个和尚当大将军，谁能将和尚带回来，谁就有机会成为王储。但王后的儿子老四却发现了和尚谋反的证据，于是便将他抓了起来。而和尚为了活命，决定答应另一位王子的招募，但他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让对方干掉老四。于是这个王子写信给母亲皇贵人，让他想办法除掉老四。 恰巧高贵人来找皇贵人，说他有王后的把柄。啥把柄呢？就是那幅美女图。皇贵人没想到老四竟然是男儿生女儿心，于是两人商量合力扳倒王后，捎带手还能解决掉老四。皇贵人先是让人伪造老四自杀的假象，并且在现场留下假遗书，说自己有辱王室威严，然后带着大王去看美女图。但没想到灵王后极力阻拦。 于是，皇贵人将老四的丑闻和盘托出，并且要大王治灵王后的罪。大王也恼了，一把夺过花圈，但打开一看。 这哪是什么美女图，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啊！黄贵人傻眼了。灵王后没扳倒自己，反倒连降三级，从一品贵人变成了四品淑媛。灵王后表示：“我并非杀不了你，而是为了保护儿子的秘密才留你一条命。”而灵王后之所以能反败为胜，是因为她之前救过高贵人儿子的命。高贵人迷途知返，将实情告诉了灵王后。在调换画卷之后，老四也被救了回来。 灵王后将画卷交给老四，让他以后谨言慎行。王宫里很多人都知晓他的秘密，但对于老四而言，王宫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囚笼，就连他画中的鸟儿也不能展翅高飞。老四活得并不快乐，于是他向母亲辞行，要去寻找自己的人生。灵王后极力挽留，但老四说：“孩儿总不能一直躲在您的身后吧？”虽然灵王后万般不舍，但最终只说了一句：“我的老四长大了。” 不过老四在离开之后，也会将自己在民间的所见所闻寄给灵王后，以求母亲安心。至此，老四的故事讲完了。而随着老四的离去，王储的竞赛也进入到了三足鼎立之时。进入决赛的分别是黄贵人的儿子易胜君、灵王后的儿子老二、荣妃的儿子宝倩君。而灵王后接下来将面临更加猛烈的攻击，她能否笑到最后？我们拭目以待。